根据以下经典台词猜电视剧和电影的名字，好难那哦！我不怎么看电视。是周星驰的做电影，人如果没有什么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做我人不没知有道，梦想跟咸鱼有什么我只区知道别？这句那话，少林足球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功功夫夫足球，足球。是功夫足球吗？不是叫少林足球吗？节目组错了，节目组错你们了。节目组错了。我养你啊，这是啥？这个我好像看过，哎，是一个香港的，是吗？我养你啊是什么电影？有没有人在弹幕里给我们提示一下？我养你啊是什么电影啊？是不是？那个跟那个说的，叫什么？叫《喜剧之王》，喜但剧之王，喜对剧之王，吗？我朋友在我旁是边，不是那个跟他那说个谢说谢的？电影，谢谢喜剧之王，我养你啊。那年杏花微雨，你说你是果郡，那个《甄嬛传》，是吗？我没看过，我妈天天看。儿子，我要这里的人都知道这片鱼塘被你承包，是张翰的那电影，但那部张电影翰我不知道叫跟什么，赵丽《颖的姗那个，姗来迟》，姗姗来了。姗姗来了，就是缺了一条腿，而紫菱，紫不知道菱这是个，谁呀？没看过，这句话很熟悉，紫谁菱是失去谁了一个？呀？没看过这个电影，不知道，猜不出不知来。道，猜不出来。弹幕里有没有知道的？又见一帘幽梦，哎，这个是，我没有哇，代沟了，很老小师，时候的，没有人看过，我们有代没沟。看过，看，我很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看过。小学的时候吧。